大家一块乱入就完事儿了。那个25一位啊，21门票，走走着。像一个纽约滑雪人应该都知道是多深啊。Hunter Mountain Epic 旗下开设两个6小时直通道。除了离纽约近之外，我觉得这个雪山还有一优点，就是它挺适合新手的。从最左边的这个区域，它这个新手道非常宽，而且坡度也没有那么陡。那缺点就是，我觉得它那个中级道啊，实在人太多了，尤其是我划线这条最长的中级道，道非常的窄，所以就显得人更多，你稍微滑着不注意，就很容易跟别人撞一块儿。其实滑雪的运动，我觉得就是应该大家一块儿滑，尤其是叫几个朋友，大家水平差不多的。你这样的话，几个人在一块儿滑，一是可以互相拍拍视频啊，然后纠正一下彼此的这个动作上的这个错误；二是这个大家在一块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非常热闹，然后你胆量会变得越来越大。可能就大家一块儿窜到一块儿都下黑道，或者下摸过，然后大家一块儿滑的话，速度也会越来越快。Before, but do you